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我的频道你永远看不腻。各位啊，各位，皇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拍单挑马拉松了吧？那当然，我们单挑马拉松的主角就是我们最近非常火红的夏洛特，好不好？他这个角色呢，只能说烂到靠背。为什么皇帝我会这么说？这只角色呢，在这个五打五，就是排位啊，或者是经典上面，其实被大家就是蛮唾弃的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角色是个烂角。我个人这样子玩起来的心得啦，就是差不多在中期的时候还蛮强的，但是到后期是非常的无力。甚至呢，还有人说什么这只角色可以跟洛伦五五开，有人说这只角色可以吊打洛伦什么的。OK OK， 不要闹了啦，这个角色真的是很愤。但是皇帝有发现一件事，这个角色在单挑场里面竟然还算蛮强的，那怎么说呢？因为单挑场的经济比较快速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达到中期，在后期到之前啊，我们赶快把对手解决掉，等于是说我们就是百战百胜。马上看我们如何打单挑马拉松 ，Lego。我们单挑马拉松第一场对上的是申屠尔特，我只能说第一场就这么的硬啊，他的二技能完全康特我们。然后夏洛特这只英雄又很怕被风筝，可以说啊，这个对面申屠尔特是完全的把我们给克制住了。但是呢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皇帝，我可是立志要成为全服最强夏洛特的男人，我会轻易被他打败吗？不会。这里兵线压进塔，我们这边找准时机开大招，没有机会，二技能先突进，接着开启大招，再丢一技能，打出我们的被动七星光芒剑，收掉了对手申屠尔特。我只能说这一套接招看似失误，但其实没有失误，各位去细细品尝一下这波细节操作，各位观众睁大眼睛看清楚啊！申屠尔特开大，丝毫不用慌张，二技能突进打出七星光芒剑，一技能加速先拉离开，拉离开之后稍微等待一下，二技能突进打出我们的大招，接着直接控制，再打出我们的七星光芒剑。这套接招细节，各位啊，你细品，你倒是细品啊！被对手这样夸奖，我怎么好意思？我只能拿出200%的实力，让他知道我的夏洛特不是纸糊的。一技能回头丢一下，二技能一好贴近接大招，马上直接弱化接七星光芒剑，途径塔杀掉对手的申屠尔特。这一波很细啊，细到不能再细耶，比皇帝的小鸡鸡还要细。用这一波的慢动作来教各位夏洛特连招该怎么打。我们这边一二技先打出两层的被动，打出两层的被动之后稍微往后拉，等待一下我们二技能的冷却，二技能冷却一好，马上往前突进，接着打出我们的被动七星光芒剑，给小丑打了一个巨额伤害。我们再往回拉一下，等待我们一技能一好，往回丢，增加跑速，叠加我们的一层被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要走得太远，我们接着二技能已经好了，二技能再突进过去，打出我们第二层，接着马上打出我们的大招，秒叠第三层，接着弱化开下去，直接塔下七星光芒剑，把对手直接送去跟阎王相见。OK， 各位，这一套连招学起来，拉扯拉扯再拉扯，轻松拿下我们单挑马拉松第一场胜利。我们单挑马拉松第二场呢，对上的是对手骇牙。天哪，怎么一二场打的都是射手？我们这边二技能叠过去，打出七星光芒剑，因为在塔下的关系，吃满骇牙的满标啊，我们被对手消耗的有点不要不要的，看起来对手非等闲之辈。我们这边一技能再叠一层被动，找准时机蓄势待发，对手的骇牙实在是有点难搞，直接把我们看没有。我们这边等待我们有大招，绝对让那个骇牙好看。来，这边趁机叠一个第二层。可惜的是，我们没办法近身贴到对手骇牙，所以我们必须慢慢等待时机。这个时机说到就到，我已经看到胜利的女神在对我微笑。这边打出七星光芒剑，一技能接大招，直接收割掉对手骇牙，有点可惜。最后的恢复啊，就被对手的小兵一炮打死，只能说对手的小兵真的是有够给力。如果说骇牙是射手里面的王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夏洛特绝对是战士里面的神啊！我还是希望官方可以把它稍微改强一点，不然排位赛跟这个经典都拿不太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这边呢，直接手误啊，直接把我们二技能跟大招都给按掉，有点白痴。但是没关系，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嘛。但是呢，你一旦发生失误，还能够把对手打爆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就代表我们是真的有实力，好不好？这个失误是为了衬托我们还是个凡人。如果说没这个失误，皇帝我都差点以为我真的是全服夏洛特了，你知道吗？
对手一走出来啊，先轰他个一技能啊，加个跑速二技能拉离开塔下，接下来等待兵线再次交锋，下一次交会就是我杀他之时啊。看得出来对手亥牙保持着警惕啊，我们这边没办法轻易的靠近，不然会被他给反杀。如果我们直接死掉的话，这个塔肯定被对手亥牙给推爆，找准时机一技能叠被动失败。这个小白木鬼竟然交二技能出来，还接着开大转。我们直接一技能累积第二层被动之后，二技能途径打出七星光芒剑，被他给躲掉没关系。弱化加大招，接着一技能直接第二层的七星光芒剑，在一个二技能途径收掉了对手亥牙。再强的王者，没有遇到相对应的对手，也是会感到孤独的啊。像皇帝我呢，在这个单挑里面呢，皇帝我觉得自认为啊，我已经把对手亥牙彻底掌控，但没想到被他一波反杀，我真的是有被惊艳到。但是他的塔呢，快没了，我只要能够扛过这一波的死亡，皇帝我就是胜利。当我满血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你已经输定了。二技能叠出第二层被动，找时机，二技能再过去叠出第三层，打出七星光芒剑，对手亥牙交闪，一技能趁机打出一层被动，二技能贴身趁机打出第二层，接着一技能直接打到叠出第三层，第三层叠满就是我们七星光芒剑发动的时候，直接把对手的主堡直接斩掉，好不好？这算什么对手啊？轻轻松松啦。单挑马拉松第三场对上的是艾里，一开始先来个商业互吹啊。对手艾里说我们这只角色是神角，非常的强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角色真的是烂到可以。不过呢，在单挑场我个人认为在中期是有一定程度的强啊。这里呢，我们的弱化实在是太早开了，进塔下打出我们的大招，我们被动没有叠好，这一波能收掉艾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。这样子打下来，我发现艾里也是真的蛮难打的，在单挑场他也是霸主。那这边呢，趁机叠出第三层七星光芒剑，被对手给躲掉。但是呢，细节利用大招会击飞人的效果，把对手艾里打得不要不要的。眼见对手不相信，那皇帝我是该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单挑老大。这里呢，二技能叠出第二层，然后我们这边拉出塔下，叠出第三层，打出七星光芒剑，一技能叠第一层，二技能再叠，打开我们的碎空，打个减伤，接着我们疯狂的叠被动，开启弱化，直接把对手艾里敲到不要不要的。你位移多，皇帝我的位移也不会输你啊，我可是七星光芒剑的祖传传人啊。那这边就来做点效果啦，我绝对没有觉得自己很强，绝对没有 ，no， 好不好？我这边直接跟对手讲说真的很强吧。结果对手的回答竟然让我直接大傻眼欸，他说也没吧 ，Holy shit， 我已经敲烂你了，我还没有是不是？那也没关系，敲烂你一次，我就可以敲烂第二次，敲烂第二次，我就可以敲烂第三次。可以看到我们在塔下跟对手艾里直接打起来，我们有在害怕吗？完全没有，我们的被动直接叠好叠满，大招开下去，直接七星光芒剑塔下收割，好不好？这个。扛着两座塔能够轻易杀掉艾里的人应该是不多啦，对吧各位？我对夏洛特的理解堪称卡米达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卡米达吗？在日文里面就叫做神啊，好不好？以后请叫我夏洛特神，谢谢。我觉得小青已经让大家都知道了，接下来大家要知道的是皇帝我就是夏洛特神，不得不说爱了自己啊。那我们单挑马拉松最后一场呢，对上的是夜叉单挑之王。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单挑女王啊，到底能不能够打赢这个单挑之王呢？各位敬请期待一下。我们这边叠出我们的三层被动，打出七星光芒剑，接着一技能直接追击对手。那这边我们二技能一个途径收割掉对手这个单挑之王夜叉。可以看到，我们面对高手的时候，我们的接招啊，有条有序的打出来，就轻松击溃对手，甚至不用回家吃个补包就可以。很多人都会说皇帝你怎么那么爱吃补包，你们怎么不说皇帝我都没有回家补血呢？我是在挑战可不可以不回家补血就打爆对面，每一场的单挑我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，你们懂什么？这些臭酸民们，你们有种就来找皇帝我单挑啦，好不好？等你啦。那这个时候就又要有人说了，皇帝你很屁耶、欸、Holy shit， 各位搞清楚状况，我是对屁还屁，好不好？这边二技能再丢一个一技能收割，太漂亮啦，天哪，我只能说太酷啦。
我跟你讲，为什么皇帝会突然暗杀这个太酷啦这个画面呢？因为从我昨天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剪辑师比利啊，一直在我耳边说，我只能说太酷啦。对，他一定会帮我放这个画面上来。我们这边直接塔下收割对手夜叉，我们疯狂叠我们的被动，可以看到对手夜叉直接被我们打成低能儿，血量就差一点点就可以把它直接收掉。夏洛特这个英雄啊，我觉得只要稍微，我个人讲一下我觉得要改的点啊，让他后期稍微有用一点。怎么说后期稍微有用？要么体质加强，要么就是让他的这个伤害变高，打一个超级爆发嘛。他到后期就弹也弹不住，然后伤害说高也不算高，就是一个打人养羊的角色。对，就是养羊。 OK OK， 我们现在是单挑马拉松，话题扯远了。可以看到对手夜叉竟然出了这个小烧架， Holy shit， 他是被打到脑子有问题是不是？我看到他这样出我就知道这一场轻松随便打，眼睛闭着都赢。我现在跟你们讲说我是闭着打，你们信吗？那这个接技呢，我应该是不用多教也不用多讲吧，好吧，让他连吃补包的机会都没有，轻松秒杀掉。那打到这里啊，打这夜叉其实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让皇帝我连想讲解的感觉都没有啊。这边两层，等待一下，我们二技能一号直接贴过去，二技能冷却太慢了，我们直接叠成失败，但是也无伤大雅啦，我们一样可以收割掉对手夜叉，毕竟我们打的是什么？我们打的就是一个技术，残血反杀，轻松没问题。但是这边呢，我们也被对手给杀掉，让他赚到，可惜啊。最后一波就让我们华华丽丽的收割掉对手吧。这个时候我们有两层，叠出第三层七星光芒剑，一技能再一层，大招再一层，大招完之后接二技能，再打出七星光芒剑，二技能继续追击，打出一技能，接着被对手夜叉勾进塔下绑起来，等待一下技能冷却，二技能戳过去回一下血量，丢一技能，接着直接一个普攻，最后收割掉对手夜叉。完全没难度啊，这东西。反正呢，各位如果想学夏洛特皇帝，我绝对是标杆，我只能这样说啊。会专精夏洛特的男人应该不多了，我应该算是全 YT 第一个了，好不好？我的目标真的是全服夏洛特，但是我应该打不上去，因为皇帝我没有这么多时间。那之后我再来举办一个夏洛特单挑赛好了。那你们就会说奇怪，我怎么不推塔？没错，我在体验不推塔的快乐。这边我想要练一下我的接技嘛，这夜叉是非常好的素材。我们这里七星光芒剑没有把它打完整，没有打出来。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，七星光芒剑跟勇的大招一样，你要在原地打满之后才可以离开，不然你一旦离开之后，这个七星光芒剑就会被中断。残血跟对手搏斗就是这么刺激，这夜叉以为他可以打赢我，节目效果。那夏洛特这只英雄呢，其实打射手啊，打像夜叉这种需要攻速的战士或者是角色，其实都蛮吃香的。因为这个夏洛特有一个被动啊，就是这个伤残效果可以减低敌人的攻速。如果你再出个岩盾，不是岩盾啊，叫蓝盾才对，就可以轻松的把对手的这个攻速降到非常的低。所以这个夏洛特出蓝盾在这个会战中啊，其实蛮有用的，各位可以考虑出一下，出个半坦，夏洛特才是真的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单挑马拉松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大家想要订一订，也不用去追踪 IG。谢谢大家皇帝，我这边让你永远看不腻。那我们下回见啦，大家拜拜。Yes.